啊，浅尝一下，兄弟们。出门消费一波吧，兄弟们，该怎么说的啊？然后把发型搞一下吧，还乱呢。消费消费，我是你。啊，感受不错了，兄弟们。然后前面就是夜市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前面就是那个什么西浦夜市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去逛上一逛。我就住那边，大概一分钟的路程吧。好看，该看，很热闹的啊。带你们去逛逛。然后来过江南，烟雨作惆怅。一捧清酒浇，心不知所向。划船箫鼓声声唱，崎岖断人肠。谁家墙头有梅子芬芳？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心。好，兄弟们，买了一份土豆，7块。啊，一份生蚝20块。27块，然后咱们再去前面那个搞一份炒饭吧，搞炒饭吃一次。这是大包水果，大包，大包，大包。好多钱啊？那吃12，打到13，就是随随便加啊。我说自己随便加。蔬菜都可以加，肉就是不可以加菜肉。等兄弟们到家了，开开箱，今天的主角啊，小生蚝。别说话。哎呀，十个。嗯，兄弟们看一下里面，26，没有10个吧？20，好像也差不多。小土豆，7块钱的小土豆，12块钱的小炒饭，兄弟们，吃上一次啊。兄弟们，看起来
还行啊，兄弟们，啊。啊，最近啊身体不是很好，经常感冒啊，吃点小生蚝刺上一次。那兄弟们先吃上一次，来来小弟，来小弟，小弟。不是他的，不是我吃。啊，浅尝一下，兄弟们。有点小瑕疵，问题不大，不要慌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兄弟们见笑了啊。该说不说了，还行啊。10块钱不是20块钱，10个就相当于2块钱一个，是吧？就这了，还要什么嘛自行车呀？啊！嗯，好了。啊，给这个生蚝打分的话还行啊，咱打个7.6分吧。看看小野鸡卖这个土豆怎么样？真的一般啊，兄弟。这袋土豆首先买那种小土豆，然后用水煮，然后把皮剥了，然后再放到那个煎锅里面煎。人家要的话是吧，直接盛起来放点辣椒，放点什么进去，所以说吃起来有一股那种味道啊，煮过来才有这种味道。就是这土豆里面啊，有种怪味，满分10分能打个6.5分吧，贵在便宜，7块钱的。看看这个小老头炒的炒饭怎么样。盐放多了，总体来说还行，能打个啊6.8分吧。哎，说看，哎，嘿嘿嘿。太爽了，兄弟们。